世界花卉大观园。好，现在去入口。卫生间，这个造型。这是什么品种的羊啊？这就是羊驼。这两袋儿它就没事儿。嗯。别拿吃的走了。你那会儿买反正没事儿。他要真奔这二十七，躲一下行吗？您先躲一下行吗？手头的那个。你万一真那什么了，你。你是真的人跑啊？算了，别勾着，那么勾，对，一块儿，你扣吧，别弄勾这个，不好使。